你是放在哪里的炸弹？没有，我现在才要回去，我被卡住了。哦，被卡住。你是雪球还是？没有，我直接给你钱啊！你直接自己买好了。那你先放箱子，没关系，我有一些。主要是先牵。你是要防弹的什么？还是都可以？防弹都可以，还是的装备就行。对对对对，我们上面都是。哎呦，深海鳗鱼。敌人，没食物啊！我不想。哎呦，有深海鳗鱼，我放保险柜啊。好。好了。我们家上面有个人哦。有敌人过来了。弟弟的。哎呦，他扔炸弹。哎、欸，巧克力后面，从小船上。嗯我看到，小船上面，这给你。嗨、okay。完了，我先打我们上面那个，他一直想炸。好，我剩超多把剑的。你把基因归零呢？又胸甲没了。哇，基因归零哎、欸，小雨弄到一半。射到吗？射到吗？我至少付了一个海底漫游。嗯，哇，他们玩的这么开心。嗯，就这样没了，就这样没去啊！他到底在干嘛？还躲着、欸？对啊，有没有一把弓箭啊？我有弓啊，只是在想说他有炸弹吗？他就不会那边啊，蛮浪费时间。打了，他应该摔死了。哎、欸，停！好，没事。好吧，清掉。对，然后现在武器有装备，知道了。nice， 带你。我们的左边他应该是想要炸小船，或者是他就是想搞水下玻璃屋。对啊，嗯，应该水下玻璃屋。哎，又清一次，然后清两次，那，哇塞！你们想进？你们在进攻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我在高空进攻，进攻。没有，又想说他们刚刚哎呦被射了。我也想弄一下他们。弄一下好了。这次城墙是不是比较近一点啊？城墙、哦、没有，这个只是挡那个啦，挡附魔台的。哦，哇，我这水下超强。哦，对，是谁在玩那个？我在玩。很痛。我在玩。你们，哎、欸，你超负分呢、欸。嘿、欸，赞啦！超负分好、啊，赞啦！你超猛的。箱子里一堆装备，就是没有奶奶。你自己自己买了、哦，对不起，怎么了？我忘记我没升级装备，深海漫游没了。哇！买下再付啊！失明了，失明了，那么多次，失明了，挂毛了。哎，我才刚，什么小朋友哎、欸？哇！迷信国家，就一个简单的内内就好了。又被清了，对啊，我才刚换一件新的，已经平胸了啦，哎、大金来了，大金来了，已经平胸，已经平胸，啊，哎、欸，有那个强势的弓，看你没有用，可以第二个人，我这把也是强势，两个人强势，零秒，哇，快嘞，再来。中间快要那个喽，生成喽。好，没有搞。他们刚国王好像在中间呢。国王在中间，国王在中间，他也没捏捏，没捏捏，国王在中间。都没捏捏。那不去弄他。一下。哎、欸，哦哟，他没得到，没得到。等等，我们等下可能会被偷袭哦。他走去了，走去了。前提是他走得回去，我射到他两下。哇，他游走了。哎，又有一个深海漫游。哦，还在复攻是不是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的前屏打复攻。这卡蹦成就还是有。卡蹦，炸老鹰，失明，他们失明了。哦，趁现在。死，待业了。那现在只有一个人，两个人有钱哦，三个。对啊，三个人有钱。再多扣几次，他们就全国都没钱了。全国都没钱，全国都没钱，最甘心呢。有他们刚哎哎，有他们家，他们现在还在失明哦。全国没钱就甘心，只有甘心哎。他们捡到是不是？
我把他们的附魔全部都炸掉了。哎、欸，是哦，我正要去炸说好。没有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有水中呼吸哟、哦。哎呦哎呦，有人在射我。老鹰上是你哈，好。对，老鹰上是我，冷静。没事没事，他是丢自己人了吗？没事没事，上一场的仇怨。没事没事，上一场没仇没有。对，没事没事，什么都没有。好。我炸尾巴，你可以想办法炸那个头，头上一点点。哎、欸，有一个往里面走了，尾巴那边，尾巴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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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还想炸我们，还想炸我们，下去了，掉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嗯。哇，这炸弹几乎都要没了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没，你可以炸，你可以炸。哎、欸，财神，发财。他是现在底下的左，哎、欸，你中间有人、哦、在底下，在底下，中间有弓箭手，哇，繁星，是，谁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哎，那谁爆了？不是我们，我在炸他们附魔台那边，哇，他破坏我们的那个、欸，坠落，哦，海上工厂、嗯，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人去破坏他们的海上工厂了？400分其实很多、欸，哎，400分超多的、欸，蛮能挖的、欸，这很难拆啊，不用啊，是，他们刚好炸掉了。嗯，破坏这个就好了、啊。你说老鹰吗？老鹰是很爽、啊。这个、啊，哎、嗯、哎、欸欸，过去了，哎、欸欸，哎呦，偷偷的摸过去了。就是像玩这个，哎、欸，有没有失明用一下，好不好？失明一下。啊，行，没钱了，我没钱了。我也正在挖，没钱啊。我在炸中间呢，帮你用。需要帮忙，有人来帮忙挖一下。我可以帮你失明看看啦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那边中间有一个弓箭手，他没什么血。6D，他6D，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啊！打他，打他！你是要挖还是失明？他想要失明，他想要失明。失明那样有运气，对啊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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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！哇，死掉！运气很赞。哈基死了，对呀，死掉了。水扣血，好。你死掉了，随扣随到。哈基给你钱。啊，成就拿到了，可以花钱喽！花钱喽！那你还是有机会，那你还是有机会。有锋利燃烧的剑呢。我过去地补，我过去地补。哦，强力四的弓，可以。他们还没有，他们还没有放。哎、欸，我去花钱喽！要炸一起炸！他死，他死，他死！哇！哎、欸。有，很棒很棒，花瓶上好，不行，有人来了，不要，这个工厂怎么这样子形状？游走，快游，救命！忘了换治疗，哇，那上面好多尸体哦。哎、欸，我先回家。哎、欸，中间有没有人？没有，我在地底挖矿。我在地底。哎、欸，水下玻璃用谁挖的？我。好，继续。那就我们一起，小心哦。嗯，我先解开武装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也还在。血液化越少，血液化越少。悲伤矿工。应该有女巫，有女巫在作怪。有啊，这个没站好。怎么像你？怎么我不带笔记？你们刚刚漏多少没讲啊？啊，我拿着，再炸一颗。小哥，快撤！我在支援你，我可以支援你。啊，好。嗯，我的。深海漫游是迷信。我还有6颗，我还有6颗。这是坚定性。哇，这次的炸的比较 low。这叫随波逐流。随波逐流啊！他们迷信，我们要跟着迷信。没错。哎、欸，玻璃我都打掉了，等他石头消。小朋友，大船走，没关系。等那石头没就没事了。他放了一堆箱子。对啊，不是二轮石。打架。怎么都是这种烂附魔，耐久而已。说不定附下去就有其他的啦。没有啊，就是附下去就只有耐久一排啊。哇！我刚刚弓箭也是。哇，加倍！挖起来！挖空时间。没有进。阿静还在那吗？还在。漂亮。
我把很多人吸引走。Nice！ 里面箱子里面还有两把空的剑呢、哦。哎、欸，有人去找你吗？好。耶！这个 ZVP 的 ZVP 它是有装的。哇，那分数！你们不行的话就有追超快。哇，炸死你！好痛好痛！两剑都死了，可恶！哇，我挂了，他今天挂了。炸了，没关系，他也死了。可是那个装备，有什么要呼吸的装备被捡走了。哇，可是还有两件呼吸的。哇，没想到他那个太痛了，我身上没有防弹，不行。有啊，防弹架里面有一件那个裤子，防弹四。啊，不要挡在门口，这个人哦。哦，等一下箱子嘛呀，这个人怎么站在门口挡、啊？但现在叫投射物保护哦，对啊，改了，改久了，名字谁会记得？然后攻的击退叫重击，对重击，对，我们就完全是，嗯，我们现在分数领先，喵，为什么突然喵？喵，你们在学猫叫啊？好，我想说怎么突然喵？爆光喽！一起包包包包包被打了，把你阿妈卖掉，发光了，不要把人家阿妈卖掉，太坏了，发光就溺死啊！他进空挖矿工了，可恶！嗯，有在下面是不是？对，哦，所以刚刚不是看错了、哦，所以防弹在哪？有一件裤子啊，在箱子，保险。干嘛像是放箱子的样子？哎、欸，他们又上我们的，就上他们的老鹰哦、喔，这是爆炸保护哦，好，那不是投射物保护、哦，好吧，看错了，手榴弹保护嘛，投射物啊，有人在老鹰上面哦、喔，他们的，可恶，在中间呢，啊，我不应该把那炸掉才可以，这大家怎么都站门口啦，这群人哦、喔，门口比较小啊，比较小就不要打在门口啊。哇，国王火气很大呢！嘿、欸，人家是国王哎、欸，你小心一点啊！中间上面、啊，不小心就被驱逐出境了。没有，他自己等一下出境了、哦，自己出境，国王自己出境，微服出巡。国王，哎、欸，我们家水下，我水屋，有水屋是的，剑谁的剑掉了我身上，走开！谁的剑？摔一个，好，他顺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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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顺走。我们上面有一个人哦，那个中间空桥。好。嗯。好像是，他是往下射。哦。我居然射到箭。空桥上面有一个，哎、欸，头顶上，小鱼头顶上，头顶上。好好好，我先移动。旗子被破坏，没事啊，射到了，下来了。放心放心，小心。可恶，他好像是那个捡装捡火装的，啊、移动，不能他走啊。他现在走不了，他走不了，他会被自己那个强克号害死。会被挡住吗？对，他的旁边有路，他旁边有路。有射到一箭，哇！不要隐形拿着盾牌，哎、欸，发光一下，想要现在我在我这边，我看 ID， 我看到，看到了，到底在干嘛？拿着不盾牌耶！哇，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刚强力士的，你放那个，哎、欸，保险箱拿吧，保险箱拿不，哎、欸，拿得到吗？不行。不行吧？他能开吗？开不了、啊。可以开啊，保险箱可以开，保险箱可以开啊。开点上面，不要点。哦哦 哦, 哦，懂了。不要升级保险箱，会弹出来。你们有没有牛排啊？哎、欸，我有，我刚捡到好多巧克力的吧？吃光。好的，跟我说。吃光。好。好了。好。好。好。得挖，快快快！
冲了，冲了，他们还没，他们还没。啊，那就先不用爬，先不用爬，先准备啊，预跑，预备，预备，冲！国王被关注了，预跑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保护你们很辛苦。那个保护鹅卵那个附魔台的国王被关在裡面了、欸，你们要不要看国王啊？国王好可怜哦。哎，出口在哪里？巧克力冲，巧克力冲，巧克力冲！我在后面垫后，垫后，垫后。我怕炸弹。有个用油的。嗯。到得了吗？来得及吗？他们有人，他们有人，他们有人。小王比我们快，是不是？有上面的，上面的挖了，上面挖了，还有下面的。下面，下面跳下去了。有一个是下面上面有，上面有人用一个力量，超大声。力量什么声音 啊？被挖掉了啦！冬季龙。嗯。冬天工厂有一个人，丢手榴弹哦。那死了。巧克力后面还扔还扔火焰弹。火焰弹啊、哦，那没事。小朋友。火焰弹之中夹着炸弹，哇！扛了五年啊，阴险狡诈！哇塞，这个技术，封魔首领剑呢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是不是有人在？大爷走了，小雨大爷了，他们又在玩。哇，这矿好厉害！我要回去挖矿了。啊！好啊！哈哈！我还是不在家里耶。哥哥蛮厉害了，游戏都。这个头盔在我身上啊！哎，捡到就是你的。箱子有装，炸，炸，炸！还有经验品丢我一点。哦，他们帮我炸老鹰。没有了，谢谢。我，哎，我丢了，哎，这里我要丢的都不给他，哈哈哈哈哈，超可怜。哎呦。打多少啦？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身为国王还这边乱来啊、哦！可以可以可以。要去挖矿，确定。哦，无限。哦，就一个无限，哦、没有无限加强力四。哦。有人要满配工吗？无限火焰强力五。哇！哇！全配哦。老鹰上面是我，老鹰上面是我。这我放在保险箱最后一个。哎、欸，手榴弹了，手榴弹，手榴弹，哪里？哦，看到了。哦，叮！团团间是一在玩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什么时候过去啦、啊？哇，好猛哦、喔！哇，后面这么多空格，开始很多人过去找你哦。有一个，有没有好？那我炸个三次就好，我只带三颗炸弹而已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第十三点，哎呀，箱子，箱子。人家不死相，在讲什么啊？死相子，然后在讲。